需看向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、健康等，可查看老师个人主页，点击私信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女士的小指过三关，今生吃穿不愁，衣食无忧。人文和地文分开早，说明性格独立，自立自强，有一定的事业抱负和追求，一定认定目标，就会为之付出很大的努力，因此事业上也会很不错，钱财是有的。加上人文深入月秋，智慧超群，财运也不错，属于女富婆之类的女人。天文和婚姻线的走势都没有大问题，婚姻也不错。总体手相综合来看，女士婚财兼得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